我是一个不太懂得拒绝的一个人。哇，嗯，那怎么办？人家一般，我感觉要跟我说我爱你的话，得鼓起老大勇气了。嗯，然后你都回，你一律回答说，处处看。认识以后我们就是朋友，好不好？对，以后我来黎族找你玩，最好留下来。留下来，你得给我找个小伙计啊，不然拿什么留我？来，坐姐姐怀里啊。公主，这不是我的地儿吧？嗯，这一看，哎呀，晨晨有一些失落。没事，范晨松开，他是我看在眼里的，都是姐的过客。因为其实我本人不太会撒谎，所以我就干脆就是不要撒谎。你要练习，我们俩是一个撒谎的游戏，你要练习撒谎。我离过6回，怎么？